乐绝对新盛世，201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阿关啊，平常我们在播歌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资料来 support 这首歌。是，但最近我们两个播一首歌，不知道谁唱的，好神秘哦。结果今天呢，我们要告诉你谁唱的，借你的掌声，欢迎由萧敬腾领军的狮子合唱团，欢迎。哇。所有人的目光指引我，在蠢蠢欲动，坚定着脉搏，爱的什么就怕你不懂，深深在我的痛。就是一把刀的猎人，你我共存在 We are the lion， 放开你的懦弱，交出你战魂，不要再等待 We are the lion、带刺的狂动，带下的狂暴，阻碍我们荆棘的掠夺，给你双大手遮住你眼眸，心中再也容不下敌手，给你爱，跟随我。存在 We are the lion，
完全是用生命在演唱，完全炸裂舞台耶！好开心，在2016 HIT 流行音乐奖，终于为你正式宣布，原来失常团的声音真的就是萧敬腾！耶！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更新的发展。嗯、马上就来欢迎我们的下面一组颁奖人 ，HIT FM 台北之音台长蔡诗平以及蔡健雅。欢迎。恭喜蔡健雅拿了很多 HIT 的流行音乐奖，之后今天化身为颁奖人了。今天是一个完全 diva 爵士女伶的感觉，好优雅，好性感，好迷人。欢迎这两位双蔡颁奖人。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台长蔡诗平。HIT FM 永远是所有华人流行音乐最好的朋友。耶、yeah, ！大家好，我是唱将蔡健雅。我刚才跟谭雅说，我太太特别交代我，上台不要讲冷笑话。可以了，可是各位知道，我最喜欢讲冷笑话，所以我现在想到一个笑话。是哦 ，OK。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是我在这边搭配你来颁奖？为什么？不知道。就是你刚才唱的歌词，你我同属一种生物，我们都姓蔡。哦。双蔡。OK。好冷哦。那我们双蔡。应该先来就颁奖吧我不会接冷笑话怎么办来颁奖颁奖好我们第一个要颁的这个奖呢是去年成绩非常非常好的 HIT 男歌手、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OK 来2016 HIT 流行音乐奖 HIT 男歌手我的同乡林俊杰恭喜 HIT 男歌手林俊杰随人气爆棚之外自己的专辑从摇滚 EDM 到情歌节奏蓝调通通包了新的专辑甚至挑战了音场而不是音色恭喜林俊杰耶、yeah! 谢谢 HIT FM 谢谢 Tanya谢谢你们我要谢谢我陪着我一起做音乐玩音乐的团队唱片公司华纳音乐谢谢山哥谢谢我所有的辛苦的工作人员也要谢谢我的制作团队 GFJ Productions 我很开心然后我要特别说对我所有的粉丝们说我爱你们谢谢你们不管是在现场的或者是在网络上看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棒谢谢我爱你谢谢恭喜 JJ 林俊杰我们接下来呢请这个应该是属于同一种植物啊你们是双菜颁奖人请继续颁奖非常健康好刚才从一路看下来阿米特到蔡健雅阿米特然后林俊杰各位都知道我刚刚说 HIT FM 是华人流行音乐永远的好朋友那我们要感谢所有的这些天王天后们都也很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大家都很帮忙我们来 HIT FM 耶、yeah. yeah.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颁发的是很棒的 HIT 冠军王会是谁呢各位谁哎呦猜错没有关系哎呦猜错没有关系有哎呦不错周杰伦恭喜周杰伦以哎呦不错专辑拿下六周冠军龙登冠军王恭喜周杰伦哎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也谢谢 HIT FM 那这个期待一下我的新专辑哈，那个床边故事听起来有点奇怪，对不对？但是这个名字我取的对，所以这个专辑名称呢也叫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那在这个 HIT FM 我会播放我自己的歌曲给你们听，然后也希望继续支持一下，然后也可以拿上明年的冠军王，好不好？谢谢。谢谢恭喜我们的 HIT 冠军王也期待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也谢谢两位颁奖人谢谢你们
恭喜周杰伦哦！刚刚两种植物你也想得到，真是厉害啊，关！真的很厉害，因为呢，《异类的同类》我觉得是一张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创作专辑，而且呢，蔡健雅也进化变成了蔡电雅啦。当然，来到这边呢，现场来一个尖叫声！耶！哎，我发现今天晚上这舞台设计感觉特别的漂亮，有吗？美不美？给我们团队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尤其我觉得这个歌手呢，也是都用尽全力，希望给大家一些最特别的、最不一样的表演。当然，如果你今天呢不来到现场的话，请锁定 TBS 56台、TBS Asia TV 8，或者是华视主频道华视 HD。如果你在星光三月、台北信义新天地附近的话呢，抬头望下 LED， 我们现场直播。是的，刚才的这个所陈述的是一些负责这个在电视转播方面的媒体好朋友们。当然，现在这个网络呢非常非常的发达，如果你无法亲临现场，也欢迎利用网络来直接的收看我们这个全程的颁奖典礼。包括要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高画质的网络直播媒体，感谢爱奇艺，阿里嘎多，谢谢。也要谢谢微博，谢谢，谢谢 My Video， 谢谢 My Video， 非常感谢。谢，同时呢，也要这个感谢我们的电台啦。要谢谢呢 ，Hit FM 联播网，以及呢，你也可以透过 Hit FM 的官方 App 呢来进行全程的收听。那丹尼斯再提醒一下，如果有人想看一些在后台啊、漏网镜头啊、幕后花絮啊，该怎么办？相信每个人都有 Facebook、脸书吧？对，打开我们 Hit FM 的官方 Facebook 粉丝团，我们现在做现场直播。阿关问你问题。哎，我们到底主持 HITO 流行乐奖到底几届了呢？这个我觉得好像恐怕十只手指头。答案是 N 届。我们从年轻主持到现在呢，变成了熟龄熟龄。不要乱说，我们去年才出道。当然，我们来到 HITO 流行乐奖，发现呢，我们场现场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疯狂。现在我们来到了小巨蛋。耶！而且我真的有听到很多人呢都私下私讯我说，阿关，今年的演唱会的门票、颁奖典礼的门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对不对？所以这些你们是怎么样的血汗辛苦才拿到了摇滚区啊，感谢大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看台区的朋友尖叫声。耶！谢谢所有黄区、紫区、红区，全场一起大叫我爱 Hit FM 好不好？还有我们山顶的朋友，一二三，我爱 Hit FM， 可以吗？一二三，我爱 Hit FM， 可以再一次吗？一二三，我爱 Hit FM， 感谢大家，这是全世界最幸运的12000人。是的，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位非常难请到的歌手。听说距离他上一次出现在 HITO 流行音乐奖的舞台，上一次是2003年哎，很久很久很久了。所以呢，马上就要来欢迎这一位最厉害的 HITO 女歌手，欢迎阿米特。哇！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就让我紧跟着你辗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狂舞小说，谁可以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
过，就让我来代替你出现奇怪，刻骨铭心像一本情爱小说，越是流越是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在水割下的我，你宽容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啊，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苟活？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2016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